高兴在主日的早上，我们再次聚集在这边。跟你隔壁的说，一起敬拜主，真是美好。一起敬拜主，真是美好。是的，在这里我们合一聚集，我们谢谢神的主席。Thank you.
惰，我们有时候往往会被控告，但是每一天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每一天他要将我们心里所挂念属于生活的事情，他要亲自来成就，他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，他要让我们看到盼望。
是我的脚印，不是你的脚印。那个脚印非常的深，非常的沉重，因为耶稣抱着我们，背着我们走过流泪的山谷，走过那死荫谷。弟兄姐妹，这位神，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他，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感谢那带领我们的神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他，牧师要跟你说，这位主他愿意陪你走过生命中每一个时刻以及每一个地方，他的同在。
经历每一个生命中的高山或者低谷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应许从来不改变。主，我们再次站立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我们也求你再一次坚定我们的心智，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为你所用。主，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军队，我们愿意为你征战。愿你的名从以前、现在、永远都得到尊崇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